关于陆琪老师说的那一部分，你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，有倾向，是不是？到底是什么激发的？好好去想一想，筛饺子馅儿，当着一桌人拉起就走，就是但凡这几种行为出现的时候，或者说女生在恋爱当中你感觉到你的男朋友已经开始控制。 或者灌输一些要求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所有的女性都应该警惕。女生你也想一想吧，责任不完全都在她，啊，自己去做选择吧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是我今天来这儿，不是说非要跟你断的那么彻底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知道你对我很好。 你也做了很多其他男孩都做不到，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，而半夜给我送饭之类的，我都明白。就是时间长了，我就是想让你多包容我一点，就是拿出来你本有的包容和大度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我也愿意和你走下去。但是如果你这个总是改不掉的话，其实我对我们两个的未来是有挺大顾虑的。 其实老师们也说了，我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，但是我总是感觉在那样的争执当中，我没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我想说一些话，你去听，你去想，你去理解我。可是你总是那样，我也想过陪你长大，请你也多理解理解我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你们。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-2365-0630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看。男生好好想想吧。 怎么控制自己？女生，如果你真的还想好好跟他在一起的话，学会不要激怒，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